也会怕我。让你感受一下队友的温暖。这边是恶霸锅干吗？扯把你扯出来，对我潜伏在各个角落。是直播吗？是直播啊！哎，下个版本一级还砍30滴血，我操！如果是下个版本的话，我一级就可能被他杀了。砍了我30滴血，刚好刚才有30滴血，死不了。小心点，我好讨厌打路。他也在带我。他不刚才在河道。趁黑出动。现在移出来了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下版本好像要削吧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拖住了瞎子。一下子来我半天上路待了半天，结果我还把剑姬杀了。可以，牛逼！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虚弱。剑姬叫我要惩罚队友。我会的。死得很痛苦。我已经看下次再中。黑夜也会怕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闻到了黑的味道。Executed.我靠，打不到他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等着下。得到寄托。这人要是帮我把路办了，这两个人就死了。真是。木已成舟。可以不打你了。多掉了两个兵，下不好，下不好，等个钱，等个剑盖就行了。剑之眼是留着，小心点，卖了亏50，我操！真的买不上来了，只能买89。现在奶量不足了。现在本来就是飞机场，直接变成凹进去。以前，那美真的是飞机场，它也不是奶吗？对，以前是个飞机场，对不对？现在，可能。哎呦，他妈的，感觉有点失控。趁黑出动。感觉我有点失误了。靠墙站，不要让他把我回血，不要打回血阵就好了。不让他打出回血阵。我已经判决。回血阵就是五下是吧？说了五下。四下。把那个开大招，然后，把四个破绽打满就有回血啊，就可以有个回血阵。就几秒钟，反正回的蛮多的。那跟你那个飞机场那是没得比的。我让他们得到寄托。可恶呀！这个部落给个电源，然后上去，得有人。鸭子应该在你闹吧？死得很痛苦。果然有人。领人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.瞎子了，要称他为盲僧，盲仔。我听见了。哎，我好怕他闪现摸眼，好怕他摸眼阿稳，你知道吧？我提前会的，你一直电兮兮，他就会这样。嗯，我提前闪了，他就被防御塔打死了。他想摸眼打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可以日怕火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急的时候他又好跳，你这个时候就有多自闭。我跟你讲，哇，这一级跟我拉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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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得蛮好的，他结果还是没拉赢我。妈呀，我想回家了，他们样老是搞车轮战，回不了家。好，还是强攻好。致命节奏是打坦克阵容用的，致命节奏打坦克阵容用的。小心点！这不死一次，这剑姬要自闭了吧？不给他上，要吃啊！我的猫蹲在我的饭团旁边呀，它现在蹲在我那个床下，每次一你好好对你的猫呀。怎么没猫？不许嫌弃它的毛，箱子应该在你那。哦，箱子在中。趁黑在。对。高了来了，像神一样。Let's go。剑姬可能有点自闭了，我让他们得到寄托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哈哈哈哈哈！令人恐惧的命运，卡特他一脚把我踢走了，我还杀他。你是不是觉得他好傻逼？妈的，别人那么傻。哎呀，不讲武德，居然点燃！ Shut down。 剑姬不讲武德，妈点燃给我烫死！操！那半肉的战士带什么好？我跟你讲了，对面的阵容比较肉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出什么？像这种轻装战士就没必要出养刀打。比如说对面打野是奥拉夫，上单是个什么万豪，然后中单是个加里奥这种阵容，又或者他辅助是个什么硬斧、女坦、泰坦这种，知道吗？这样子你就会去选择出带致命节奏，第二件直接出羊刀打了，因为他阵容比较偏向于比较肉，有些阵容他前排不多，你大概这个阵容的话他没有前排了。你看这个瞎子他这种服装，你出羊刀打他的收益并不是很高，这种心思瞎。你看这剑姬装备有吗？剑姬打废了，这没有防装的。Your turret has
这个草怎么还不长呢？得了，妈的，你得看到头。过了。大哥，他反应迟钝哦，他不马上过来，这可不关我。没有，他过来了，我一剑就给他撞墙。只要敢转，我马上第一时间直接撞墙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害我空大了。Understand？ 给我冲！幸存了。没事吗？可以死了。艾克，艾克，艾克！艾克是个好东西。一三八这么强上没死。就是我交了一个闪现不死，是笑话。我闻到了黑魔法的味道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我觉得这版本第三件羊刀，第四件十五，第五件银血，兄弟们是挺好用的，又有吸血，又吸血又回血，我操，伤害又高，又肉。这剑姬在偷我们的狼 buff， 但是缺点是没有灵活性。哎，现在好奇怪，E的话，比如说我E技能给队友哈，队友用我的E打的伤害算我的头。这都是这样的。我以为是算队友的头啊。那每一直都是这样子。哦。怎么可以乱捉？我有钱。可以，我们下的 ADC 又死了。我那天碰到一个好会玩的亚索啊，他一个人带赢了那一把，他用亚索到处跑，到处游走游走，然后反正玩得很好的亚索，我还问他是不是烂死。死啊！妈的！哎，我第二下不应该点那个的，我操！什么发型？我这发型很帅吗？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昨天65块钱的，我平时都是25块钱剪头发。昨天，你们男的剪头发这么贵的？女的搞头发才贵吧？女人钱最好赚的。我都不怎么剪头发，我都不剪头发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然后染头发自己在家里染一下。可以。烫头发的话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再一次又 K 倒了。呵，我就是 K 头小选手。对面怎么还不点头像？没有。因为他看有一个人比较欠揍，他就不想点。应该是在吵架吧？我觉得他上野打的没毛病啊，只是不好抓我啊，就是这种强行抓你。上野打的没毛病吗？他一个瞎子二打一打不过你。打不了，我在塔下啊，他怎么二打一嘛？我那个线又不是，所以没有必要来的呢。三个人来抓我，这不看到了，假装没看到。来，我正在后面，稍等一下，我还有一分钟抵达战场。看到了就假装没看到。但是人家在草里。
亚索他飞好远啊！哇，好大！哎，不过直接被他变羊了嘛，是不是？烂你半路路你不半，这么点。